直筒裤的裤型基本呈一字，从臀部到脚踝的这个裤宽是相同的。相比铅笔裤、打底裤来说，属于不太挑剔腿型的裤型。因为裤管挺直，所以有整齐稳重之感，也是办公室最常见的一款裤型。估计在不少女生的眼中，直筒裤给人的感觉就是职员制服的那种老气、刻板的印象。其实直筒裤适合各种腿型穿着，腿部有小缺陷的问题都可以掩饰，它可以搭配正装和休闲装。当然，全长宽松的直筒裤，女生们可以少穿，就避免了老气的概念。职场上呢，上衣要穿着正式有型的款式，才会有专业感。直筒裤可以搭配外套，就是收腰的小西服，短款收腰小西服。毛衣开衫，记住毛衣开衫不要太长，一般呢，西服内搭和毛衣开衫的内搭最好都是这种棉质的或者真丝的，雪纺的背心最为合适。特别是与长裤色彩近似的外套，可以使整体看起来更修长。选购长裤的原则和裙子相同，款式呢越简单越好。穿直筒裤千万要注意，不要将宽松的衬衫放在裤子外面，瞬间年龄老了十岁，像大妈的形象。丰满或者腰不是很细的女生，如果想穿衬衫塞进直筒裤的这种装扮，又会担心让腰粗的缺点暴露出来。其实这个问题是很好解决的，可以选择宽松的衬衫，松散的塞进裤子里面，不要塞得很整齐，或者是拉得很直，而是随意放进去。随意放进去，可以模糊腰部的粗细的线条，以达到混淆视觉的效果，突出华丽感。如果选择的是高腰的直筒裤，可以酌情加一个腰带。这个腰带呢，黑色的、褐色的色系比较合适。黑色直筒裤一般属于百搭款，但颜色会显得单调。如果要搭配的时尚，要注意上衣和鞋子，以及首饰、发型的整体协调性。如果是时装裤型，一般搭配职业风格的衣服。小直筒有色的九分直筒裤可以搭配颜色相配的碎花或纯色上衣，利落潇洒，穿起来很时尚。穿正装时，直筒裤最好不要配马丁靴、球鞋这种显得厚重的鞋子，只有配高跟鞋才能让身材更加修长。休闲款适合配高跟凉鞋、平底平鞋。